这里又有一栋围屋，也是农光城旁边老社村，前面月池还在。哟，这里面还有房子出租吗？贴的广。上面也没有门点，角楼都没有了，里面的房子都盖了新楼了，只剩下这个大月池。里面看一下，金写着一个金子干嘛？骷髅头卵石，一个栏杆拦起来了。锁了吗？推一下看看。哦，这里可以进。这是里面的祠堂。看一下，龙头佛，这是上厅的上堂，房还比较漂亮，根字梅州龟石帽，啊，这也是叶家的。原层竹立发朝阳，哦，那这个也是从黄竹立迁过来的，叶家的朝阳堂。好的。